这个新的这部分建得好漂亮，我也是第一次来。你看它这边就是有一个水池对着 Apple Store， 非常漂亮。然后这里有个非常高的 ceiling shop， Free People， very nice and H&M， my favorite shop。下午加州就已经要再重新制定室内都要戴口罩了，前段时间室内那些人都把口罩都给除了，现在要重新戴回去。 Very nice， 看看这些休闲的地方，虽然加州的居住成本非常的高，税也非常高，但是到处是这样的休闲的地方，一个普通的广场它就可以搞得这么漂亮，这也是这么多人都喜欢在加州定居，虽然支付很高的 living cost， 很高的税，这也是一个原因，天气啊、吃啊、居住环境啊都太好了。这里好像就感觉没有穷人似的，全是有钱人，全是悠闲的人，非常正能量啊，同志们。